这网友真是有才华啊！图片是来自知乎用户，说霍金呐，就是到了中国也得站起来给领导敬酒。评论，局长说：“小霍啊，咋了？你是口服心不服啊？头歪着跟领导敬酒。”小霍说：“领导不是小霍歪着头。”实在是领导的胸怀太宽广了，情不自禁的想贴上去啊。评论：对呀，当了一年，当年丁一多，当年丁啊一多，也是不肯奉承领导。导致他一怒之下带着芯片团队去了漂亮国，1纳米芯片已经在漂亮国生产了，我们只好卡脖子。对对对，美国没有人情世故，上大学找工作不需要介绍信。这些个评论能不能上线呢？领导，你错意会我了，我这是要比你低一头的意思，所以说我只好歪起来。评论，即便是爱因斯坦也得要参加上山下乡，好不好？评论，这么多年的大队长不是白当了吗？评论：你家霍金是啥性别？上大学为啥用推荐信？太搞笑了，还是少分享点这些搞笑的。